好，刚刚有点断掉哈，白水，嗯，有点不太稳，我就重新再开了一下。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日本道明，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 APP 哦 ，App 的部分。好，各位上晚安，还有这个青光上晚安的。好，我们今天有九支游戏要介绍哈，一样新旧的混在一起。对，刚好今天又是礼拜天嘛，所以大家就先轻松一点看一些 APP 好了哈。因为昨天的杀戮空间很好玩，但是我发现玩那游戏我会杀到疯掉，杀到大家看到想睡觉啊，不是。好，这个已经21分了，我们就先开始好了。第一支是追忆之青哦，这之前的话其实在日本的 App Store 已经有 release 过。那先前我们有介绍过 SAO 那一支这个 APP 的话呢，其实同一个模组，所以你玩起来会觉得很像哈。我这一支我自己个人觉得。其实做的比那个什么，SAO 还要来的有趣，主要它风格走的比较有点像那个我们之前玩的那个龙村镇啊，还有这个魔龙宝冠的那个风格哈，其实觉得还蛮酷的。还有这个奥丁领域，好，红酒上晚安的，阿瑞晚安的，喂，好，就先来吧。呼，礼拜天今天下一整天的雨六。加四两六，好，然后呢，他又在download了，拍谁哈？就瞎聊好了。好，晴光上刚刚好有在看 Google Play 有一款《异军突起》，好玩吗？还有他有在 iOS 有出哦，游戏王的游戏有，我有看到，可是游戏王我不太会玩，刚我也忘记下了，可能下到自己忘记，但是下次有机会再介绍，不知道好不好玩哈。他在日本的那个 App 的排行榜也是在。Top One 哦 ，Game 的部分，蛮厉害的哈。好，那就先来介绍这一支。OK， 有没有很熟悉？上礼拜介绍的那一支 SAO《刀剑神域》Online 的手机游戏，他妈的，根本就是一模一样了哈。哦 ，Ancient Days， 没那赛，下次有机会。哦，这游戏其实还蛮细致的，我自己是觉得做的比那个 SAO 还要来的酷，但是还蛮屌的。所以呢，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一样，它的里面有一些任务可以接哈、所有的设施几乎都在这一条街上面就可以处理了。OK， 好，那就先来介绍一下作战的部分，故事模式。OK， 好 ，Story， Normal， 好，有稍微搞定一下 Apple TV， 所以现在应该断断续续的问题应该会比较能改善的，所以今天应该是比较 OK 一点。行きます。兄様。ちょ、急ごう。クソ。行く。よし。皆さん聞いてください。好，尬的挡着敌人以后，往后按可以攻击。好，所以发光的时候按 counter 要小心，他的 counter 按住可以即时攻击或者破防。哦，なるほど。前面有稍微玩了一下了哈，所以直接进入介绍战斗的部分啊。かかってこい。你画面上左边的话是玩家的 UI 哦，那你可以带一个伙伴进去打，那个也是固定的配置。左边左下的话有三个东西是技能钮，如果连续攻击的话 ，combo 是不是靠你？好 ，go go go。技能钮的话，要击中敌人以后，插入 combo 技之后会比较有意义。那中途一样可以换人，你可以直接换。这个是 monk， 那 monk 还蛮酷的。咦，继续攻击，啊，很酷。哇塞！
那移动的话跟那个白猫系列操纵式现在都蛮流行的，你只要按住有点就可以。然后呢你如果按那个打勾，打勾的方式是可以跳、哦、打勾以后跳以后按下就可以下攻击。实际上它的操控是还蛮简单的、哦、我平常没事我是会刷一刷啦，这种游戏类型我都会留着这样啊。必要上空班挖的，今天是 APP 带有名的王欧子，好换个角色，换魔法师，他敢靠背啊！啊！感觉魔法师攻击有点慢，一气攻击发射，干，然后有点弱，啊干，直接帮助我的 AI 把他干掉了，啊！因为没有阿烂嘛，我不知道有吧，我因啊，我这刚刚有重开两次，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慢走。啥都是了。真真真。好，他攻击的一个 pattern， 整个游戏的流程大意，就是战斗完以后再回到。主要的画面做东西，应该是 cutscene 吧。黑色的欧兹玛 ，BOSS 战，黑色战不要用这个好了，这有点危险。摇摆摇摆，我用 monk， 我用 monk 比较屌。好，必杀技连击，打中。好，最后一击，第三啊干，哇靠，厉害，欠门。哎呀，好弱啊，好弱、啊。是啊。很多独立制作游戏在 Google Play 啊，嘿，这款表现我觉得是做得不错的哈，虽然跟上次的《刀剑神域》是差不多，但是 S A O 的剧情实在太繁杂了哈，有点也不能说老掉牙，想说还是玩一点比较特别，就是别的故事剧情来玩这个 C R O 是不太一样的，哦。Mission clear! Yosh! 获得带哦。OK, 拿到 bonus。本次一升六级。哎呦。加入好友。其实不用加。有个宝箱捡其中一个。变了，好，拿到钱，下一个任务。哦，国建晚安 ，This 说的要今天是 ABB Die Your Mean。嗯，哥布林又出现了，那哥布林好可爱。Yeah.它属性一样有那个相生相克的作用，对。不过打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那时间去砍，直接就打了。对。Go go go go。中哦。Dash。Let's go。感觉国建不是觉得很有趣，没有什么新游戏可以介绍了，所以今天只好 APP 大名有没有？至少它是新的，有一些游戏可以介绍，不一定是新的了。好，新游戏要等到下礼拜，下礼拜有，我不知道真田丸会不会入手，到时候看了，我看他好像又没有代理，又有点头痛。那个光荣的真田丸我还有蛮有兴趣的 PS4 那个 Vita 都有发，但是很怕是不是到时候又没有进台湾中文版，干那一片又要跪桑桑，我就有一点点头痛了。你是惊讶会有时间开 APP 大游民、哦、不用惊讶了。不过之后我们那个 APP 来讲的话呢，要介绍可能我就
比较没有花那么多时间，马上去整理每个连结给各位，所以各位可能要自己再去找找看的。介绍 APP 最好的，超省钱，不用花钱的呢。开玩笑 ，APP 有一些要花钱，我还是有买的。对，但是这个怎么讲？游戏付费那个 in app purchase 我是很少在花，就是。对，如果单买一个单机的那一种 game， 我还是有的。对，今天是单纯心血来潮，还有没有什么片可以介绍了，所以干脆介绍 APP 好了。而且礼拜天大家可以轻松看，明天又要上班的，对，不然我还要在 Overwatch， 对不对？那个又讲错了，那个 Watch Dog， 为什么这两只游戏我都会念错 ？Watch Dog 跟这个，跟我昨天玩的 Killing Floor， 那看起来好像都太刺激了，好不好？不敢那么忘了会 GY 换角色，我连续技出来吧，要看没出第一招第二招第三招，看这波可恶，yeah! OK， 哪一天看日本道明不轻松看呢、啊、哪有，我只打得很紧张好不好，打得非常非常的这个，有点点夸气笑哈。我发现就我玩那个看门狗的话，那会完全集中在上面，完全无法聊天。对，然后呢，那个 Killing Floor 又太刺激哦，一直在那边鬼叫而已，也不知道自己在玩什么。那我这几天都是在玩这两只比较多了啊。怎么样？开放怎么样？不用，下一个 Quest。只不过干嘛告诉我明天要上班，已经没心情看实况了，不要这样嘛，是不是？先忘却的一切，赶快来看日本道明好不好，管他明天要干嘛，是不是？明天搞不好生病感冒就放假一天，自己放假了。Blue Monday 又来了，我们心情看实况了，干啊你们这些人。好，其实今天是礼拜六，大家都做过了，大家都误会今天的日期了。哎呀，来不及了，已经欺骗各位。啊干！哇塞！哎，我靠背，元气基本上没有砍到。Go go go！ 生病也不是好事啊，真的。好吧，那就明天突然台风来好了，好不好？台风突然来，哦，今天下雨，搞不好明天台风就来了，马上就休息了。嗯，先这样，不要再K 九上，明天要跟同事内斗了，没心情看了。各位，真是不好意思。想说本来是礼拜六、礼拜天让大家放轻松一点，干，反而越来越俘虏起来了，好不好？不要这样。哦吼！好，这游戏真的。操控起来是非常的流畅，我是觉得还不错。哦，这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一下。这已经发了一阵子了，日本账号 APP 的话，那我不知道 Google Play 有没有这一支，有的话呢，到时候可以玩看看哦。跟上礼拜介绍的那个 SAO 很接近。好。换个角色。啊！反正攻击这超慢，这一支有够烂的。走。发魔法了，你看他只能发防御魔法，没什么屁用，好弱的角色啊，还是慢卡。啥？火流根啊，没供。哇！碎烂。然后这关给他过完了，我们这次游戏等下。介绍一下系统，然后转蛋就下一支游戏了。今天时间不多，所以多少介绍几支的话，好，马上就来了。呀，铁哥，你们秀。下礼拜真田玩，我到时候再看时间哦。如果有入手的话，跟大家介绍哦。
还不错，我看他这次的系统还蛮不错的哈。战略经营动作 critical 游戏，战术动作游戏，他把它翻成战术。我本来想说，干妈人家那个卡普空那一只战国巴沙拉之真田信尊传，让我非常的失望。我这一只的话，看看会不会好一点。光荣这一只真田丸，显然必杀技，注意啦！唰，沙纳大马鲁大合剧好像也快要播完了，是不是已经快到最终化了？我现在也在跟，现在已经45集了，是不是 ？OK， Congratulations， 罗宾变成了你的伙伴了。罗宾是哪一位啊？下 ，Get out of there！ 等级提升。次，挑着宝物，五具拿到五具。OK， 看一下我现在能不能转蛋，因为我之前好像已经有转过一次。那好像也是不有转角色还是什么吗？试试看。不认得加入好友。对啦，太晚。啊，田敦加入我。わかりました。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わかりました。ショップ、ショップ、サカバ。看能不能找伙伴。新しい人が来たわよ。消费25个，干，我可以转一次，哦，这一只好酷哦，但是也不用太期待，因为搞不好是转到烂东西，先把 gift 收一收，看能不能转几次，全部接受 ，OK， 然后通告任务也解了，好，全部获得，全部获得，哇，这边干，对哦。酒吧。あら、いらっしゃい。好，52个，看来可以转两次。我们来转看他的。購入します。じゃあ、行くわね。转蛋小女生有乳窑。Let's go！ 啊，敢为什么都是魔法师？来两星烂死了，再一次。不改。都会说。行くわね。好，大家可能转蛋都是为了看这个乳窑啊。我下战士，但是看起来不怎么强，风格不错，有点奥丁领域的感觉。我是喜欢他的风格的，对。但是玩起来的感觉其实就跟我们这个上礼拜介绍 SO 是差不多。真田丸目前是47级反击，对，今天应该韩哥哥应该大和剧今天应该礼拜天就播了嘛。よし。おう、やめなさい。任せとけ。神話。靠，要加多少等级？よし。好，强化功能。切。对啊，都没有女角哦，女角也没战士，可恶。よかったな。どれを進化させるんだ？游戏基本上就是转武器跟转角色的啦。应该以这两个为主，反正大叔后面应该是氪金唯一的超级氪金游戏，哈哈！你别叫没氪嘞，我才不氪，嗯，玩开心就好了，玩的机子。解除 quest report，OK。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quest report 是可以有次要任务可以解就对了，但是这些内容应该可以。再拿到更多的点数可以用之类。ちゃんと聞いてくださいね。八体编程。どうぞ。哦 ，quest board， 编程你的角色就对了。他妈的，还强制要玩了，是。story。好，既然他，看他为什么要强制再玩一次，超烦的。好了，再玩一关好了。选择可以进去的
選択難易度がありません。マリシアハートはプレイ、都过完了。好啦，其实我大概用讲的好了，原则上它基本上就是武器跟装备，你可以自己透过商店做强化的部分，然后装备的话呢，各个角色本身它的装备是可以做切换，然后可以装备跟卸载。哎，简单讲就过它的故事跟任务的话，就会有经验值可以得到，然后可以刷到一些宝物，然后目标就是越刷越强，越刷越屌，大概就是这样。因为如果要讲里面内容的话，其实跟其他的一些游戏都大同小异。如果你会玩这个上礼拜的 SAO 这个游戏，应该就差不多了，内容是一样的。好，那这个第一支这一支游戏就先接到这边哈。好，下一支是蒙航相关的那个可爱版的魔物猎人。我好像是做手游那个转租游戏的感觉，嘿，啊可氪下去，啊可就不氪，嘿，啊，小兵上工帮我 ，OK， Monster Hunter， Otomon Trap， Stories， 对，就是《魔物猎人物语》的，算是另外额外他们故意做的一款转租游戏。这个字也是新的，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来的哦，来的哦。那等，其实这一支的 3DS 我有买，我买数位版的。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刚好跟我爸去日本那个旅游的时候，顺便就直接买了那个数位下载的卡，还不错玩。就以 RPG 来讲的话，有点神奇宝贝的 feel。OK。其实我觉得这游戏做的还不错啦，转租我不是很会玩，对啊。好，马上那个Leolius、哦、跟主角又做的，这游戏开始其实是可以选择男生或女生的，或者是选男生这样、哦、好，然后呢游戏中其实有一些任务、哦、这等一下回来看好，我们直接进入游戏来玩。 Yosh，那个有买 3DS 宝可梦吗？会上没有，我宝可梦比较没有爱，你应该问一下小 P 桑。小 P 桑应该有买。小 P 桑，你的宝可梦入手了吗？神奇宝贝太阳与月亮。哟西。哦，拿。哟西。买了哦，小 B 上买的不错哦。那你问一下小 B 上好了，你们要问有关宝可梦，因为我没生一瓶，一瓶我嘛没想什么不会的。对，我没之前玩我都没有什么时间在那边抓那个神奇宝贝。好，来的上，ヤギマス。为了骗小孩，肯定要入手，这是好爸爸。小 B 上立的。はい、行きます！モンスターハンターストライカー！違う。好啦，就说上面有一排啊，这些怪物基本上都是进行攻击的伙伴啦，所以你只要连成一线呢，他就会去做攻击啦。基本上就是魔物猎人 PND， 他说 Dragon 是魔物猎人版，可是他没有办法把猪转来转去，他只能三消而已，对。击吧，这个快没有来个连续技 ，combo nashi。哦，黄金虫，黄金虫给他送下来，点下去不能点。必杀技 OK 吗？还要补血技，我还要补血声音。魔物眼之神魔之塔，哎丢。好背的嘞！亚瑞，还没有发动必杀技。多的小，为什么削的这么烂？削多一点，从下面开始削好了。连 K 那是，
嗨，看到找出我叫 Q 米奈，耶耶耶，好 ，Q 米奈还是要介绍，因为搞不好有人 Q 米亚鲁，虽然我也 Q 米奈，好，就是一整个转完珠之后，消一消，打掉敌人之后就过关的游戏。哎，不要看这种很无聊，可是我喜欢魔物猎人收藏的朋友，搞不好会还是会玩这个的。嗯，我自己是还好了。好，下一关。嗯，那我们编程的怪物应该都编程了，直接战斗，等一下再来看好了。再来一关，有必杀技出来再用。其实可以用电脑装 3DS 模拟器，而且画质可以比 3DS 还要高的 1080p。可是装了模拟器之后呢，我也没有它的 ROM 啊，这就尴尬了吧。好，下面有个连消的，会哦。那消掉之后，它可以攻击上面的那只敌人，就是恐龙打恐龙的魔兽魔物打魔物的感觉。来 combo 吧，去 combo， 别做别做，噔噔噔噔，对呀，还要找弄，找弄就是尴尬了，是不是？这就不太正常的玩法，不要这样。但是改造机实在太贵了，我也是动不了，太贵的话动不了。OK， 必杀技。这个 kick 所以要补血一下。所以要雷欧六十，逃下！大胜利！呀！哒哒哒！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会被举报，这个就难说了哦。因为搞不好你如果拥有实体片，我说，哎、欸，我用那个，啊，对哦，这也很难说的哦。但是他会不会来查，这是个问题。来的上，やります。怎么一直都还没有使用必杀技的 timing 出来？你要看看有一个必杀技会用。是三消消的太少吧？战斗开始。我觉得这游戏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缺点，因为每一只魔物的那个 icon 的特色，就是有一些颜色太花，我在转的时候有时候会跨博的，不过它也没有限制你时间，所以是还好。你可以慢慢的去思考，说你想要怎么转，真的是有一点点花的。门地，我照你消看会不会好一点？噔噔，真的没几个可以消了。啊，干，被攻击了。自由，过来过来，哦，连击 combo combo come on， やりましょう，连 K， 去吧 ，Here goes， 看不到比较好的连击，不够灰呢，灰肉肉。那黄血，其实我有点强，快挫赛了。哦，看到一个大消除的机会出现了 ，T 字消除有了。这只怪物 HP 还蛮多的。有了剑。哦，哎，对对对，
Two combo。喵，补血一下。哦，又来了，有个大 combo 可以接了，注意啦！哎呦，绝杀必杀技，快让我用一下！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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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力将！来等，疯狂大消除，靠背啊！我要杠杠杠杠，该 perfect 了，出来了 ，Yeah！ 从火龙必杀技就是这样出来的 ，Yeah！ 哎，大胜利！哒哒哒。Yeah！ 噔噔噔噔噔噔。好，过关之后，其实每一只这个转蛋的魔物都会有经验值可以拿到哈，所以一样可以练的。哦 ，rank 提升。哟西，哎，格里长晚安哦。那我们今天是日本大游民的 APP 大游民 ，OK。好，这个战斗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子哦。然后他的奥特梦可以看一下哦。等一下，看有没有钱可以转蛋，稍微转一下。上面的魔物啊，其实它都有它个人的列表，你可以看它的详细。对啊，上面会有那个 level 60。对，这还蛮酷的。我觉得它的 UI 设计的非常干净的哈。就跟他之前 3DS 的这个《魔猎的物语》的 UI 风格是差不多的，然后再就是说，他可以展示他的必杀技能给你看。对，这个 Leolius 的必杀技，每一只几乎都有，但是每一只的那个状态都不太一样。对啊，好阿吉拉，阿吉拉，嗯，好，下一只技能，嗯。觉得他蛮酷的，嗯，是啊。其实如果有兴趣的话 ，3DS 的《魔物猎人物语》其实里面的，他应该是抓里面的那个画面来用，这样，因为是一样的。谁知呢？嗯，呼叫了。OK， 下一只。然后就是特别壮，是不是？好，大概就这局，这只应该也是一样了。叮，要死！好，然后呢，玩家本身的话也有可以装备的部分哦，是在哪里呢？可以希望。在我来看一下 ，item 应该是 item 啊，装备变更，可能装备，但是先把宝物收一收好了。英雄，全部收一收。妈都没有点点豆油，全部一起收。好，然后粘，等一下，我刚刚看角色哈，角色看完以后再来转。好，这个是玩家本身的角色状态哈，那他的状态呢，基本上有分武器跟装备两个可以用，所以。你在打的时候呢，你可以选择你要的武器去做切换，像这个就是片手剑，我现在只有片手剑跟大刀了，变换，换完以后就出来。装备的话，这应该后面你是要转蛋或者是用买的方式，或者是再有一种获得的哈。看起来他的装备应该是会换衣服，会有换装的系统这样。好，再来。
就是转蛋了，3000点刚好可以转一只。嗯，你看他这边有这么多这么屌的龙，大概都转不到哦，因为你没有氪金就氪不出来，只有氪收而已。酷爽 ，OK， 嗯，好吧，来吧，去吧，雷欧利乌斯，不要。另外是吃火龙也好，叮，都得秀，都得秀，都得秀。A 级 rank， 看这种鲨鱼龙啊，开心不起来，但是还蛮有型的 ，OK 啊。因为对魔物猎人不是很熟，但是好，总之又拿到一只新的魔物了哈 ，OK。好，这游戏就是这个《魔物猎人物语》里面出来的这个转租游戏哦。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这个 App Store 的日本可以的卖场里面呢，就可以下载得到哦。这一支目前是在前日本的游戏排行榜前3名的，好不好玩见仁见智哦。但是细致度其实还算 OK 哦。《魔物猎人》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还是蛮多日本人会玩的哦。OK， 好。那这次魔物猎人物语就先到这里了，下一次 ，OK， 好，下一次就是北蓝的游戏，这北蓝游戏还是要介绍一下哈。天堂二手机的版的手机游戏，天堂我实在是他妈的很顺畅啊，好，等一下再看一下好了。好，这个乒乓战士 ，Ping Pong Fighter， Takio ni Ore ni Naro。这游戏其实很北蓝哦，它就是一个乒乓挡球的游戏而已。好，主角就是使用长得很像龙的一个家伙。我从第一关开始玩它了。杨杨 Sky， 噔噔噔噔，他就点住那画面呢、啊，然后你就移动了龙跑来跑去就可以了，什么都不用按。啊，干妈的变化球，操！后立线，再给我一次机会。奇怪，我不是调第一关的吗？第一关不给完了，太严格了。哦，要拉回来。对，我没想到这么难。好，好，屏风歪打，いきます。好，这个我知道，新手教学可以跳过。干，就是这样。好，它上面有个 HB 的那个 gauge 啊，你每挡回去，它就会扣血。体力没了就是直接过关了，其实有点无聊，但是它会有一些很奇怪的变化球。哎呀，必杀超六根！那么简单还过不了，被吐槽了，可恶！前面宝物 ，Power Up， 这个已经过了，那是固定的 pattern。好吧，既然这样的话，就直接挑战大一点的哈。啊，不能改哦。可以可以可以。好，直接跳第二大关的第一关。分裂魔球那很难，这一关我过不了哎。你看超级变化球，都不知道他球在哪里了，要看他那个乒乓球的影子，看影子比较准。有啦，抓你！好看广告，没办法哦，这个免费游戏就是强制你要看这广告哦。这个 Master Difficult Levels， 好，看起来是一个拼图游戏，这个广告我大概看了 N 遍了啊，打得很凶，到底好不好玩不知道哦，赶快去下载哦。哦好，林北叫不会下载的 ，OK， 好来，下一关挑战的。没有打 boss， 有 boss 其实长得也是一样的、啊，啊，你都是长那副鸟样呵呵，小朋友，那他会写什么天才乒乓童子什么的，又来了，干那种抽这种奇怪的抽球，啊，多天 ，You win， 啊 ，OK， 这么像快打没问题嘛，那是背后啊，看不到啊。可是有啊，前面也很像哦。太多人，那只是一个穿这个空手道服的一个帅哥而已。应该没有人 care 这个。喂，
喂喂喂，干哪的？就是这种抽球，再给我一次，我上东西，你要打我了。好来，干，只是挡球也不是很容易的，也是很难的。干嘛干嘛怪球？不要打那个暂停抽球，暂停抽球就是继续干下来了。耍哈多肯，好险！OK， 好，再过两关才会是魔王了。为什么那么痛苦？好来 ，Come on come on！ 哎哎哎哎哎，又来了，怪怪抽球，魔啦！哈都肯，去 ！You win。其实它是松冈修造的，好，又是广告了。好，最新游戏，游戏看起来像是守塔的，看起来有弓箭可以使用，看来有点守塔，有各种各种的不同装饰以及设施可以让玩家能够装备。上面使用魔龙，魔龙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好，结束了。好，这个 Drop the Dragons， 那什么，这个矮人魔龙镜。哦，魔王来了，啊，挑战魔王，冰晶上空帮我。好，桌球界的碧蓝贵公子，啊，他名字学得很白痴，哇厉害，看你哇厉害，来，哇塞，哦，变化魔球过来，啊，看，啊，再给我一次机会，难得有魔王关，绝对要把它干掉，可恶，やります ，hurry， hurry， 哈，哈。哇呀干再给我一次机会哭死哦やります，共同やろう，よし，ふぁとぉはぁふぁちょぇうぇおりゃ啊干哪，不行，我一定要过这一关，我大喊时间动画超过，我现在还介绍三支游戏而已，我的天，关哇西过来，哼哇哼，我不配音的，配音会死，哇西辛苦 ，Hadouken， 好，又是这个广告了。哦，这个拼图非常非常有名哦，有各式各样的拼图可以拼，里面有非常多方块，有500片、1000片跟10000片，拼到你这辈子都拼不完。OK， 非常非常好，有趣有玩的，这个有各种版本，现在只有 iOS 可以下载。好 ，OK， 好，介绍完了，靠杯哦。回头我消失网球。好，这个就是神经病的那个，这叫什么来着？火焰网球嘛。好，这个就是乒乓球战士，桌球王变成桌球王嘛。OK，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下载哦。这个 App Store 目前也是非常夯、非常白痴的无聊的游戏。嗯，但是如果没事杀时间玩玩是不错的啊。好，赶快介绍完这支就。到时候再看看如何哦，自己下载。嗯，好，下一支也是别家的游戏哦，这个叫桌上高尔夫，游戏也是非常屌哈。那个 PS 没买 Fate Extra 没有，买不到，台湾这边他妈的超稀有，一遍已经卖到2000多块哦，还有一种特点版 Vita 加 PS4 版，两个加起来卖到8000台币，是疯了的。好。这个桌上高尔夫其实就是一个用怪兽弹珠玩法的高尔夫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选一个 course 来玩几场。好，有各种不同的关卡，就是可以自己选择，选一个比较特别。好，三栋就可以了。
好，你的那个球杆的话呢，它其实应该用很多的是文具用品啊，但我目前的话只有一支圆珠笔 ，OK， 一起用土的就对了。Okay，你是在日本买的，翻回来要吗？我可以卖给你哦，不用了，谢谢，感谢你。费德，我打算等他有中文版，我再来介绍好了。因为对费德不是很有兴趣。好，这就要看我们先打进草坪，看能不能打。左边的话，那个是有力道显示，然后，所以你最好是尽量是在白框的部分打，比较不会有问题。好，放开。Nice shot， 全民桌上高尔夫。距离果岭还有点距离，我没关系，我慢慢打。好，这游戏呢可以双打哦，单支游戏就是，我是觉得它设计 idea 还不错，就是很简单、很明了、清楚的一口 game 啊。就是个无双，没错，对，所以就是觉得无双的话呢，就玩真田玩好了。好，最后要进，如何进去？差一点点进去，啊看。再大力一点就有了，可恶，应该是 bogey 了。啊干，黄色是没有中，靠杯，等一下，够恭维 ，double bogey 啊，哇塞，好，下一关 ，let's go， 哇，这一关怎么到处都是水平啊，就躲阿不奈呢，按错了啦，靠杯哦。打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看一下他的桌子。干，那我力道太小，打不出去。可恶！来，给我一次机会，大力一点。干，还是 waterfall， 飞不出去啦，回不去啦。靠背。再给我一次机会，横的。干！你 waterfall 这太多了吧？这，各位重来一次，拉大距离，哈，有了吧 ？OK。Give up， 太多杆了，就GG掉了。再一次，再一次。大力一打。先回到这里了，有了，好，掉到斑马线，飞啊飞啊，刚刚飞了过去吗？怀疑，好，帅气啊，沙坑高飞，沙坑也没关系啊，用力挥，先上去再说，呼，不要掉水了 ，OK。好，这样应该能直接打进去了。哇，有了！啊嘎！啊，过头！OK， 啪！当下课时间的，对。好，这个就是桌上高尔夫哦，这是蛮可爱的一款游戏哦，在日本 App Store 一样可以下载。哦，一个人玩很有趣，两个人玩更趣味哦。OK， 哦，免钱的游戏算起来哇爽，对不对？找你的朋友来拍一个啊，桌上高尔夫哦，保证你马上无聊的时间内讲迄啰我台语来讲啊，就烂哈，就可以杀时间了。OK， 好，因为它有对上跟通信对上，所以也是可以网路对战哦。小小的游戏，它是发挥它的创意，做得非常的。很酷的一款 game 哈 ，OK， 好，这个就介绍到这边哈，有兴趣可以下。好，下一支好像就是横版了，后面就是有一点我不是很喜欢的类型，就是那种沉闷的 RPG， 但是我们的背底版好像就要换一下。ここはルミナシア、はるか昔、生命樹ルミナシルの実から光の末裔たちが生まれました。你还是说日文吧。日本語でもできます。いいですか？一方、北側の遥か遠い大陸では、死滅樹セペリシオルから闇の末裔たちが生まれました。
彼らは私たち機械の末端に組みます。我忘記是哪个方。阿鬼，你是说国语吗？大きな戦争が起こる。うるせえ。泣き殻が重なり山をなし、血が溢れ川をなす。よし。好，这个叫做 Dungeon Quest， 是不是？我忘记叫什么。真是被吐槽了。我讲台语蛮通诶，你讲过都没得惊死我。I can speak English， 都可以的。OK， 都可以的，难点呢。哦，嘴巴比较不会打结，嘴巴打结就对了。好，现在到 99% 就卡住，不知道为什么，好吧，赶快。住台湾的韩国人，喂，难的啊。今次去了日本，这次去了日本大出血，买了好多 game 跟公仔，哦，是哦，死贵呢。好，那就来这个 Dungeon Striker、嗯、也是最近出的新游戏啊。然后有不同的职业别可以选，蛮酷的。やります。看起来没很帅，要选忍者跟战士。这个是。对啊，但是人的模组做的还有点点。比较单纯一点的，好像战士好了。CV 原梅玉一郎哦，不认识，反正应该是蛮有名的声优。我们选战士好了。好，一样可以选择你的角色的样貌，哦，头发的颜色，金发好了，眼睛也可以同选，这是手高追的，但是可以选择的眼睛也不多。好 ，OK。输入角色的名称，我、哦、可以旋转看一下，哇，有点学那个，有点像那个简单的 FF Final Fantasy World 的那种 character 啊、哦，稍微比较接近一点。角色的名称在这边，输入我的名字叫 ARC， 啊，こんにちは ，OK， 哎，开始，这跟韩国出的光之谷是同一个 game， 会不会就是光之谷啊？这个名字已经存在，我操啊，我操、啊，还是搞不好我之前介绍过、啊，嗯，我已经忘了。命啊！卢米娜大陆啊，其实这游戏我还没玩呢。嗯、好，如何前进呢？看一下。哦、好，这个是用类比摇杆移动。好，继续前进。走，这样慢慢前进吧。哦，敌人出现了。回避。回避是要用攻击是左边，我的头像那边有个大按钮。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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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进去了！技能按钮，我出哟！你妈不，搞不好、哦，玩笑。可是还不差的哦。那动作类型的游戏，攻击钮在按住以后就可以直接做砍击，而是伙伴加入了，伙伴加入的是，哦 ，Ghost Character， 呀，死怪，不灭之者 ，L Sloan， 好，马上新手教学的魔王出现，通常都会做得很屌。画面一整个都快要挂掉了，哇！是哟是哟，阿斯玛基，错，啊！啊 ！GG 啦！必杀剑，
给你死！别！阿夏！やはりまた来た。这一款就是光之谷啊，是哦。だが分かっている。所以是龍之谷。幾度となく繰り返して。你搞不懂的是什么的。お前の挑戦は。不过在日本好像他排行蛮前面的。这个台湾有中文化吗？好像没有哦。この世界をその目に焼き付けるがいい。よし、好，可以参考一下这个ビオさん PO的连结。だが光はまだ勝利の希望が残っている。すでに起きてしまった敗北はあるのだ。元にその世界での勝利がこの世界にも影響を与えることがで勇者よ。新しい希望へと向かう冒険に出る準備はできたか。哦，龙之谷的同类作是。行きます。有中文化，但是我这边看到没有中文可以选，还是那是 Google 的，就是光之谷啊，是吧？噔噔噔噔，看起来的画面的构成是还不错，我就觉得还蛮好玩的。Quest， 我现在游戏都做这么精致，吓死人啊！但是还是希望用遥感玩的。虽然是各个dungeon里面边过边打，就对了。好 ，Let's go。角色设定还不错哎。好，这我们最喜欢就是叫自动战斗，敢不能自动战斗可以。那设定呢？伊拉奈有。敢要过还能够自动战斗，好。Yes。哇！技能的操作跟攻击的话是，一般这种45度角的动作游戏类型是差不多的，对啊。而且最近这一类型的动作游戏非常多了，我发现，对。哦，魔王来了，这我之前好像有介绍过，真的吗？我已经记忆丧失了吗？好 ，Got Boss， 可是人家有日本语音呢。Yes。啊！叫走！过来！好，做掉了。まだまだかかってこい。我的印象中为什么好像没有介绍过这个 game？ 这款是去年的模拟器哦。日本现在才发哎，是哦。OK， 好吧，如果是旧 game 的话，那就先玩到这里好了。应该是差不多了。你看我多久没有认真在打 ABB 的 game， 我都会以为它是新的。从出这么久了，天哪！还去年的啊，是吗？好吧，转蛋是不是？转蛋就可以结束了。Stand Gacha。啊，这个打开好像有印象。我居然会介绍同一支游戏第二次吗？还是它转蛋很接近？哎，好。
可见我应该对这游戏没什么感，没什么好感。哎嗨嗨嗨嗨，我got打。呵呵，记忆了。好，那这样就不用介绍哦。这个名字叫光之谷，或是叫龙光之谷的啊，有兴趣大家去下了，不要浪费时间了。下一支是干这个，这是新来旧的，来你要讲一下哦。因为我是最近有上，我就给他加。Gala 这个 Playworks。这个叫 Arcane 这个游戏到底是新的还是旧的，我就不确定了。对，但是好不好玩是一回事哦。啊，我有创角的，所以哇，不能创新，只能够砍掉的，有一点点也是像《暗黑破坏神》那一种玩法的变。删除好了，对，有不同的角色可以选的，但是基本上好像这个也是那一种刚刚类似相关的游戏。这游戏不喜欢它的模组，对，你不觉得有点像中国大陆的感觉吗？有点像那个中国大陆那边的风格的，想选个女角好了。加满，好，选这个好了。角色做成，就是什么样子？哦，也已经有用了。リーボーさん、やすやす。はい。今日はアプリの紹介のコーナーです。ようこそ。日本大郵便で。OK。これもすでに日本でリリースしてるゲームだ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よかったら見てください。面白いかどうかわかんないけど、やります。なんでここはいらないやん。いらないでしょ。急にいきなりここに来てて、え？一緒に冲起来。よし。スキップ。没有，它看起来非常以前的那一种Diablo的感觉。哦，这个到底要干嘛？我也不知道。Auto Mode，有点像那个啦，线上游戏，然后自动战斗嘛。我不知道，看看好了，我们来看看啊。このゲームはちょっとね、あんまりそれやなディアボロっぽいだけど、でもなんか UI の設計とかちょっと中国っぽいですね。わかんないけど、有点中国ね、很多アイコンの。よし、ログインいらないじゃん、それは。よし、数字見ます。いや、やっぱりね、これちょっと気になら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よし。哎、欸、，Cool， 不是，你看这那时候欧头自己前进的话，我真的有可能觉得真的是我们人家台湾或是中国这边界做的游戏，有可能。啊，あんまり好きじゃないねこのゲーム。オートプレイならミッションが受けながら走るのね、それだけ全然面白くない。あ、レベルアップ、なんでや、为什么升级的。よし、干，赶快去战斗，不要在那边聊天了，好不好？战斗好，我就要准备要换游戏了。よし。あ、伊藤中、他们バトルにしますね。应该要战斗才对哦。最初の任務です。完了。
的，我的三波 quest 啊，自动的游戏，说说 ，auto game 是，哦 ，auto game 的，连 battle 都 auto できるよ。点报酬，我的干，他妈的一堆，嗯，好，这个看起来很 Diablo 感觉，但是干超级不流畅的，我靠，火焰之术。为什么要打浣熊？为什么要打浣熊？玩这个不如玩仙剑回合啊！就这怎么奈呢？怎么奈？怎么奈？ごめんなさい。而且这画面的神剑看起来好像好几十年前的那种 Diablo 2的时候的 quality。必杀技火焰攻击，炎の攻撃，全然ダメだ。完全にオートゲームだよ。トルゲームあんまり好きじゃないけどな。もうどうしてこの可愛い動物を倒さ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オートウォー、オートファイト、オート課金、オート課金、オート課金、課金ないよ。このの、あ、まだ利用できません。利用できません。多いよ。これ翻訳っておかしいですよ。まだ使えませんでしょ。利用できません。なんで利用できません。課金 is my job 。課金 is your job。おい。課金するは辛いですよ。这个要怎么氪得下去呢？告诉我。哇，这真的超复古哦。若在以前那年代是觉得很屌，但是超复古。自动模式，好 ，auto mode， 自动氪金ですか？自动氪金ないよ，自动氪金就犯法了。氪金 warrior， 氪金战士じゃない。好，哎，自动氪金2億円，無所。本当にオートモードで何もせずに自分でやるのゲームはそんなに面白くないですね、俺は。じゃあこれ、クソゲだ。好きじゃない。好、这个游戏呢、大概就是一个比较偏 MMORPG 类型、但是它又没有多的连线、我不知道有没有、应该是有。自己在那边自爽打怪、什么事都不用做、OK。这种方式、我也不知道最近很流行这种自动打怪的模式。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OK。好。那这游戏我连名字都不知道是什么的状况呢？哦，有了，好像是叫做阿科什么 Arcane 是不是 Arcane 的游戏？哦，我不知道，搞不好是韩国或者 是中国或者是其他欧美有可能，麻烦翻成日文版，搞不好台湾也有，这我不晓得。嗯 ，OK， じゃあこのアプリはここまで紹介終わりにします。这个结束了啊、哦。爱斯基诺 game 啊，干这个又一样哦，连续三支都一样。这个台湾应该有了，是那个 GameVideo 做的一款动作游戏，跟刚刚那个一样，应该也是有 Auto Battle 的功能吧？嗯。Naruto の game やらないの？ Naruto の game はやってたんだけど、一応前に紹介してたんですよ。嗯，面白かった。嗯，火影忍者有款 APP， 之前有介绍。嗯，这就是懒人游戏啊。对啊，懒得睡觉的游戏，简称懒的游戏哈。OK， 呀西，令人想要睡的游戏，难腻哦。哎，磨练契约这支台湾应该也是有履历史哦，因为我是在台湾版里面下的，类型又跟刚刚那个又差不多了，也是那个动作砍击游戏，嗯。大概不喜欢的人也蛮多的吧，不管就是充时间，好不好？现在10:29嘛，还有机会，今天不用再提示了。好，可是我角色好像不是用妹耶，怎么办？哎、欸，是用妹吗？哦，是用妹，哦，是妹没错。让我展现真正的魔法力量，真的吗？开开眼界吧。好的。嗯，このゲームはあの日本でもリリースしてると思うよ。あのちょっとリネージュっぽいんだけど、很像。天堂的那种 feel， 但我不知道这支游戏是什么东西。好 ，OK。该不会你说很顺畅，刚刚就在讲这一次吗？不是吧？
不晓得，嗯，这个也是在看、啊啊、我要怎么进游戏？那个任务呢？挑战，这个挑战难了。每日副本加奈哦，基本技能背包恶魔之石，恶魔技能。左边这种决战，决战挺难难的、啊。哦，好，开始打了，莫名其妙的死。哟西，就别在那边乱教好不好？连救也没有。好，一样自动战斗的。好，你看这自动战斗帅气多了、哦、非常华丽的自动战斗。auto 的，妈的 auto 不累的哦。哇啊！我操！我操！哎嗨，魔灵契约的，哎哎哎，充沛的，让你看看。展现我厉害的功力吧！加油吧，自动战斗！我们自动战斗的是，最近的ゲームよく自動バトルが多いですね。全然やんけも遊べると。どうやって紹介するの？好了，这个操控脱离不了这个攻击魔法还有冲刺大许哈。然后配合的这几个按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脑 NPC AI 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在战斗当中哈。これ全然操作できずに、まあ、そのままで遊べるっていうゲームは多かったですね。どうしたんだこの世は。もうゲーム業界はもう終わってるんでしょうか。あーバトルウィング、自動遊戯ブルーです。オートブラトルのゲームはあまり好きじゃないですよね。而且你看他膝盖有点红红的，有点怪怪的。为什么？没事，你刚刚没有跌倒，是不是？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呢？实在是，哎，でもキャラクターではちょっと韓国ゲームっぽいやな。そういう韓国系のキャラクター設定でね、ちょっとまあ気になるんだけど、武器装備強化できる。まあそのパターンもよくあるわね。これ強化して。はい、马上变强。ドカンバトル。はい。我们结婚吧，魔灵契约啊，那你哦。已完成新手教学啊，我什么都不会就教学完成了。阿硕，自动装备，几多兽比吧。嗯。はい、じゃあ自動バトルのゲームはもうこれ以上終わります。啊，早いね。なんかガチャがありますかな。好，这转蛋应该也是转装备的哦，不是转角色，因为角色就这三只可以选。所以看来有什么可以转？恶魔之石，喜纳奈有吗？好，我们再让它自动战斗一场哈、哦，可以换别只吗？第四区，哦，这是王的意思是不是。第三关，好，自动战斗，开始战斗。魔灵契约就是那个找外国人拍摄的广告哦，阿硕。要开始了吗？これ結構なんか台湾と香港に CM が出たらしいんですよ。このゲーム有名なんだから。でも完全にそのあれ遊べずに自動バトルができるなんでね。本当に俺の好みじゃないんですね。あー、しかも吹き替えは北京語ですよ。多分日本語の吹き替えもあるんだけど、これ北京語、これ中文の配音量は中文。あかん、ジュジュ了吗？あぐ、どんジュジュ、しないでください。クリアしてください。自動過關です。わははわはは。啊，要不是看了这个妹比较正，根本就连下都不想下。哦，啊，失怪失怪。好了，这至少战斗的那个华丽部分比刚刚那一只好很多哈、嗯，虽然也是 auto battle 就可以直接搞定的 game。有别招了吗？就只有这一招而已。好，魔王来了，开的这青蛙出现了 ，poison， 他妈的，必杀技，我帮你按一下。叮，
哇了，变身了，变身了，对，这有个变身系统，它可以变成奇怪的，就是跟魔灵签完契约以后就变成另外一种状态，是不是？所以星矢等一下来嘛？为什么叫魔灵的契约呢？没有夏，没有夏伊娜的契约吗？或者是那个一辉的契约？好冷哦。嗯，これ変身したの状態ですね。これ变身后的状态，可愛いね。これ。よし。まあこのゲームは以上です。啊，这游戏大概就这样哦。魔灵契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下载哦。哎，このアプリも日本のアップルストアも。リリースされているので、もし興味があったらリボーさんも download できるよ、うん、はい、じゃあゲームの紹介、このゲームの紹介は以上です。好，先介紹到这里。好，連转弹也不能转的，算了。よし、好，下一支。これもちょっとつまんないゲームかもしれない、うん、よし、这也是猫咪的游戏。这个应该算是小游动作很卷轴过关的游戏，是一只猫。米丘雷人的，好，这是8bit我的最爱了。好，风格变得很大，跟刚刚的风格差很多。噔噔噔，可爱 boy 呢？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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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还有不同的猫咪耶！难掉过来，难掉过来。Amy， 看来这是卖猫的游戏哦，卖萌吗 ？Alex 猫。Super Cat Tales， OK， Super Cat Tales， OK， Tap Spar， 这有没有不同的语言可以改呢？哦，这 Credit， 好看是没有，哦，我才不要下呢。来，加油的 Mouse， 可爱呢，对对对对，第一关 EZ， 好像超级玛丽的感觉。A new tales begin. OK， 是按左右可以让猫可以跑动，是不是？哦，是音速小子吗？怎么跳 ？How to jump? How to jump?、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Walk into the wall to climb up. 哦，走上墙壁可以走路。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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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就这样，哦，就这样啊！我觉得昆尼桑一代啊，昆尼桑无敌，根本就是宇宙大冒险嘛。嗯、啊，これかわいいね、結構。よし。Cat Tales、OK。猫の伝説か、これ。よし。本配置画面です。はい。いつです。行きます。ジャンプできないよな。走るだけ。あ、走るできる。ダッシュ。purse 的刹车吧，过来吧。啊，过来，多分 Sonic 似てると思うな。あれなんていうの？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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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mp！ 哎呦，啊，ちょっとやりにくいよね。ほっ、よし、取った取った。もう一回もう一回。と、よし。啊。操作很简单的，你只要在按那个左边跟右边的画面，它就可以走路。哦，啊，点两下那个方向，它就会用 dash 的方式冲刺。所以，哎，蛮有趣的啊。一至三，这个我不知道台湾的账号有没有哎，哦，那到时候看一下啊。Run into the clip to jump， 跑到那里去跳。哦，看不太懂，反正就是一跑，靠近敌人 ，hit the moon that will stun you， be careful， 不能撞到会，他会把他吵醒，是不是？啊、真的耶！啊 ，GG 了，看，叫 How to jump， 刚没仔细看。宇宙大冒险，好，这次就这样翻好了。哦，吼！啊干，我这要跳的 timing 还抓得要很准。对啊，用大学的方式啊干，捡到了，莫名其妙捡到了。
啊干，这真的超难的。Motherfuck， 两颗一起按是跳是不是？不要这样设计嘛，跳做一颗就好了，这样很难的。再试一次。啊，宇宙大冒险。哦，这难的呢。不是啊，这跳很难的，我还没有看懂他的跳是怎么跳。跑的时候要两颗一起按，是不是？还是跑住以后再按另外一颗？都要得 jump 的哦，喂，喂，哎爬上墙按另外一边是跳，我要吃那个，感觉跳不过去了。jump 得进来哟，哎，好，有没有这个？哎呦干，莫名其妙跳起来了，然后我要 GG 了。喂！啊靠！可愛いんだけど、どうやってやるのわかんないぞ。啊哦，那你过来啊！广告好吸引人啊！直播全世界，为什么会看到奇怪的画面？Run into the cliff to jump。Watch your video for the 你奶奶！ちょっとわからないね。他是说有角度地方就可以跳。真的要算很准的。哇塞，林老师，啊干，走回去了，喂，你是重要。嘿，老师出てきたよ。OK， 変態か、お前は。对，我太平洋算很准的，还而且只有脚胶可以跳而已，一次机会，跑一下，跳不起来了，靠！啊！ouch， 哦，哎呦喂，天哪！好，终于过了，莫名其妙过了。看这超难的。摸哪里？哎呦，おかしいですね、これ。喂，还是搞不懂呢。噔噔噔！哦，啊干，差点！跑步。二下 ，OK， 干。我是干西。好吧，这个就是这个 Cat Tales 哦。说它好不好玩的，好像也蛮无聊的。嗯，就是两个按钮，它就可以做那个猫咪的操作。嗯，那它有什么功能呢？看一下，购买代币，所以可以买一些宝物。嗯，这些宝物应该有特殊的功能吧？但是它没有卖猫咪耶，奇怪。有了还是有卖，送一只之类的。好，这个就是 Super Cat Tales。OK， 有兴趣的自己去玩哦。再挑战我就受不了了。嗯，好，再来就是最后一支游戏。嗯，这个游戏我看也不用指望有什么好玩的。这个 Elemental League。嗯，要怎么玩？
元素什么东西是不是？那个。好。呀呀！我的，君の名前を聞かせてくれないかな。哇，这角色马上就是男的，也是男角，就没有什么兴趣打了，真的是。OK， 阿古。哇。その名前、一流のハンターであり、精霊の研究家として。なるほど。わか。それじゃ、最近。できなんもないね。どれも駆け出しのハンターにぴったりの精霊だから。まだよ、三個精灵。見た目で気に入ったものを選べば大丈夫だよ。じゃあどっちにします？个人当然是要选胸部越大越好，所以是左边这个。哎。趣味は森の木陰でお昼寝することなのです。声優是哪一位？没有写出来。風の扱いなら任せてほしいのです。好，每一个都看一下好了。焚き火で焼いたお芋は美味しいですよね。可以ね。火の扱いなら任せてほしいのです。これは。絶対零度のかき氷はとても美味しいのです。冰を。氷の扱いなら任せてほしいのです。这个配音好熟悉哦。好吧，我还是决定要选胸大一点的。趣味は森の木陰でお昼寝することなのです。OK。这个マルル。選んで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なの。どういたしまして。私は精霊のマルルと言います。精霊マルル。やっぱり一人だと心細くて、一緒にお仕事する仲間が欲しいのです。这应该是转精灵的游戏。ゾハン、ゾハンは何だ。はい。強そうな仲間が来てくれたのです。なんかしょぼいね。これで怖い精霊が出ても一安心なのです。それじゃ、好、選択。哇，好，马上就有了。の、仕事の準備はできたよ。好，探索开始。試しに胸大就その辺を探索してみたらどうだい？それでは。这种是探索类型的游戏。探してみてほしいのです。玩法好像比较特别哦。啊，它是用点的、哦。干，这什么鬼游戏啊？干，踩地雷哦。やったのです。暴れる。暴れてる精霊を発見したのです。战斗。踩地雷游戏，踩到就要战斗。阿硕 ，Battle Star， 先做开始。啊，看那个卡哇伊呢 ？Every day 的，有点点好微笑的感觉。敌が右端までついちゃったら戦闘失敗などです。啊干！所以他也是类似像塔防方式的，跟那个很像哎，那叫什么？CC 哦，CC 的战斗嘛。哈哈，又不够！必杀技能，必杀技那是这个超傻，啊，走回来的，哈哈，战斗胜利的，给巴豆秀里。あの精霊がまだこのエリアに隠れてるのです。全部探してパワーは素早くタッチするほどたくさん手に入るので、看起来这玩法还蛮有趣的。急いで集めるのがいいのです。你就沿着路线。哦，那个超级玛丽啊，可以连打哎！哦，16个金币，获得了570块。哦，又宝藏，贵重是必要的，要打倒敌人才行。阿硕，啊，出来了，神兽降临，这下挖够敌人吗？哦，看来要打倒以后才能够继续哦。好吧，来吧。戦闘戦います。哦，它的感觉就是你要在地图上面去点它，然后慢慢的挖到，可以挖到一些宝，或者是点到敌人要战斗的。このマルルが許さないのです。Boss 来了！哇塞，能这样，是撸啊撸短剑！哇塞，为什么会有这么帅的角色在我旁边呢、啊？换线。哇，超必杀技出现了，随便乱点一下。哇靠！好，这个应该就是点给你看的角色，后面要自己去转弹转出来吧，我猜。升级了，哦，过关。落笑了啊！それが Boss 手超大，真的超大哦。Boss 嘛，大妈，でかいね，すごい大きい。裏にイニシャルがほっこん、すごい。そうしたら新米くん、本当です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れも最近日本のアップルストアでリリースしたの新しいゲームだけど、結構
面白そうですね。え、这个还蛮有趣的。クリア条件、クリアしたんちゃう。OK、獲得です。ダンジョン探索ゲームやな。あー、なるほど。なるほど。新米くん。地層探索遊戯。装備強化、装備可以強化。这个大概都是大同小异的，我觉得。ありがとうなのです。谢谢。可是他应该没有阿巴达哦，这个应该，可是小只的那个角色会不会有跟？哇靠，可爱呢，过来。このキャラクターいいですね。探索はそんなに複雑じゃないからさ、まあ、マップのタブだけで遊べる。じゃあ、那个画面就可以。お、150块拿到了、爽。よし、これは？あ、バトルか。続けていきます。あ、なんか武器が出てきた。获得五颗蛋。168钱。敵の味方の攻撃力を下一個使用。好，直接战斗的。これは、はい、行きます。对啊，有点像踩地雷哈，边点那样子。但是其实，你说他 idea 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哈。大したことのデザインじゃないんだけど。あ、でも面白いならば、まあいける。お、またオートプレイ、オートプレイもできる。まあ基本的には今のゲームも全部オートプレイできると思うよ。あの、やりやすいのために、これ、こういうモードを作ってあげたと思う。对、应该为了方便、所以大家都会做自动战斗系统。因为、总有一天战斗会玩腻。就是刷、这就是手机游戏的特色。刷、就是刷。OK。お、またバトルか。よし。これは調整できるよね。可以や。あ、一名だけか。OK、わかった。うん。バトル開始。不然オート战斗你还是可以去移动的。还是可以稍微大范围的移动型那个。变换阵型 ，BOSS 来了！耶耶耶耶！下有哎！哦，又拿到道具跟装备了。何か手がかりがあるかもです。可以了，但是宝要拿完，我拿完了。よし、やった。好，就到转蛋时间了。よし、获得了。そろそろガチャにやりますか。まだ看一下还有没有ガチャ。ガチャ鉄器やな。鉄器じゃないかな。手牌就这几个，欸，这个 Kata 很可爱，哇，他没有办法换大张了，等他可不可以偷开，再说吧。对，马七，图腾魅鲁那干嘛？古人哪里？谁的个？马七啊，这个，哇！可是这个，我觉得 icon 又做的太复杂太多了，天哪！我实在不太喜欢这样子。なんかね、UI がちょっとね、ややこしいですね。精霊召喚か、これ。召喚300、これいける。幽鳥召喚。叮叮、友情召喚。動きすぎてお腹すいちゃった。等级七。一緒にご飯食べない？これある？
チャージできない。あのギフトちょっと考え。哇塞，还要买宝石啊！チャージギフト。あ、ダメだ。これはだいたいこんな感じ。好，再打一场好了。打一场，我们的时间就差不多了。ナルド森林公さあ探索を始めるですよ。好，探索了，等一下。哦，又出现敌人了。根本就是直接先点出来再说嘛，然后再考虑看要往哪边打嘛。这个是一定要打的，对。所以干，告死天使，就是、告到死的天使，对。只能选一只啊，好吧。我看这是侍的意思。皆さん、頑張ってください。頑張ってください。Go go go！ 直线攻击。前面的关卡因为太简单了，直接自动战车就把它狙掉。去吧，狙掉吧。第三地。我有了。助けてあげる。うわあ！皆さん、なかなかゆっくり休んで先に進みましょう。噔噔噔噔。未开放区域。好，没有。自动战斗来，欢迎试试看。真的，我每次在这个玩这些类型游戏都看起来都觉得差不多了，这看起来就很像那个嘛，这个那一只 CC 嘛，呀 ，Crystal Chronicles， 可能亚的哦，呃 ，I boss event， boss battle，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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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唰，好，继续了。好，三颗星，有始有终哦。最后一次要把它打败一下，我们换个角色上去。我觉得我每次角色长得都差不多啊。这应该小的 character 应该是没有纸娃娃吧？长得穿的都一模一样，身体几乎也没有什么部位可以看的。これは魔法使いだから、ここか。来了，梦来了，对对对对，走走走走！呀，我我，好，战斗胜利。やった！哎，为什么点这里？哦。素材可以养成就对，那为什么要点人家的大腿呢？刚好那一张图怪怪的。新麦哥。好，这个这款游戏呢，我们就先介绍这里了。所以今天的这九款游戏呢，全部都介绍完了，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应该很无聊吧？啊。我也是觉得蛮无聊的，没办法，因为最近没有什么新片哦。如果有新片的话，跟大家再介绍。下礼拜的话呢，这个11月23号应该有真田丸哦。那会不会入手不晓得，如果有入手的话，应该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哦。而且下周的话呢，好像有几款怪怪的游戏哦。但是基于这个生活上面的问题，我不知道能够买几只哦，不能买太多游戏哦，因为月底实在太多 game 了，这个已经要花很多钱，这个太恐怖哦。我们把一些经费留在比较有趣的游戏上面好了。嗯，我虽然很想玩踩雷的游戏哦，就是 Kusoge， 但是就要看状况这样啊。啊，リボさん、今日はあのアプリの紹介は一応もう終わりました。あのどうですか？今日は面白かったんですか？僕はまあこたびのアプリは全然面白くないと思います。まあまた紹介するわ。
またあの来週って新しいあの光栄テクモが出たの、真田丸が出るはずだから、まあ、その時も PS4 のゲームを実況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もしあの時間があったらぜひ見に来てください。好，那我们今天实况就到这边了，想看我玩游戏王我到时候再下载、哦、看如何再跟大家做介绍了、哦、好吧，在这个礼拜天的最后呢，还是感谢各位的收看、哦、明天痛苦的时间马上又要开始了，就是我们的蓝色星期一 Blue Monday 耶，最后还是要提一下、嗯、干嘛痛苦。好 OK， 明日も仕事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ね、みんな。好，那感谢秦光，还有 Bill 桑、Boy 桑，还有这个国建桑，以及 Linkin 桑，以及 Raja 桑，还有 KT 桑、剑八机桑、Movie 桑，还有啊，罗金卡桑、小 B 桑，还有明天这个要努力工作的各位、嗯、啊，不是 啊，这个好好的休息哦，今天是礼拜天 ，OK。好，那我们今天的 APP 大游民就到这边，我就是要提怎么样，这个实况组最后还是要大家好好认真上班，为台湾经济加油、哦、，OK。讲出来。OK， 好啦，开玩笑的哈，希望大家今天能够早点休息哈。那有什么好玩的游戏，我们日本大名再跟大家介绍喽。好，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好，我们日本大名下次见了，各位晚安，大家祝各位有个好梦，拜拜，我是咪，嗨嗨，お疲れ様です，拜拜。